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六七六页，六七六页，第三行。佛法深深，佛法深者三宝也。小本曰：闻是因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第一句文，他含的意思深广无尽，一切佛法的密要秘密精要，就是三宝。三宝大家都懂得，这个三宝是一切佛法的密要啊，知道的人不多啊。那为什么说它是密要呢？佛门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哪一法不是佛法？”佛法两个字怎么讲？先要把这个搞清楚。法就是万法，就是一切法。佛是绝对意思，对于一切法真正觉悟、真正明了啊，这就叫一切法啊。所以一切法了，不出佛法生了。这三桩事情就把一切法统一起来了。佛是一切诸佛之所证，一切诸佛之所觉，所证所觉的就是这个法。那所谓众生呢？众生对这个法了，他迷，他不觉。那与一切法迷而不觉，这叫众生。那么佛法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觉，帮助一切众生觉了一切诸法的真相，这就叫佛法。那谁在干呢？僧在干。僧是修学佛法的人啊，僧这个字现在人都把他看作出家人，其实那是不圆满的。僧包括在家出家，只要是学佛的都叫做僧啊。李炳南老居士自己称僧啊，还有很多些老居士
他称半身，他是半个身，这都是分别执着还没了，怎么是半个身？哪有半个道理呢？他认为身出家人，我是半个出家人，头没剃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身团，六合身团。他包括在家居士，包括居士林，包括莲社，那都叫做僧团。四个人在一块修行，纵然是你的家庭，家庭有四个人念阿弥陀佛修六合经，这个家庭就是僧团。这都懂啊，不懂不行啊。所以佛法深深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自自然然就升起念佛念法念僧这些。怎么念呢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括了，佛法僧都在其中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证之法，一切诸菩萨所修之法，都没有离开这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你知道之后，才知道这个名号真正不可思议。诸佛如来赞叹名号不可思议，我们只看到这四个字，四个字里头的深奥的意义我们不懂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真的懂了，你就会真的干了。你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把它放过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无量无边无尽的功德秘藏啊！你念一声就是真修啊，这还得了啊？世间没有比这个再宝贵的了。我们看这句佛号要看跟空气一样啊，不能一分钟不呼吸空气，不能一分钟不念阿弥陀佛了。念阿弥陀佛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，诸佛尊敬赞叹，能不干吗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的使命没有别的，就这么一桩事情，把阿弥陀佛名德名号功德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只有这么一桩事情啊！我们有这种心，为正法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所有服务项目里面，这是第一个项目，最重要的项目。可惜很多人不知道，把它疏忽了。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有夏莲居居士提出这个会议本，将五种原译本里头的精华一字不漏啊，全都汇集在这个本子里头啊。这本经是经宗第一经，九种版本里头的第一本。又得到黄念祖老居士提供这样丰富的学习资料，
193部书，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我们有缘见到了。我们除了感恩之外，无量的欢喜赞叹啊，末法众生有福啊，没有福你怎么遇到？谁给你做这工作？啊，这两桩事情做好了，我们有特别的缘分，集成过来了。啊，弘扬光大，那就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责任。啊，障缘虽然多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毅力，我们有智慧，都能突破。啊，让这个大法流通全世界，啊，尽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法运，常住世间，帮助众生觉悟，知道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生到净土就成佛了，啊，就证得大般涅槃了。这是自然真正懂得了，搞清楚搞明白，他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，就净念相继，他毒舌六根今天相信他真做到了。波罗蜜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道彼岸，啊，或者翻为度无极，简略度，或者是四究竟，究竟圆满，就叫做波罗蜜。啊，到彼岸，中国人有句俗话说，到家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印度人称波罗蜜，到家就是你做的最好。啊，你炒菜，菜炒的最好吃，到家了，功夫到家了。啊，印度人称波罗蜜。无论你干哪个行业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做到尽善尽美，都叫做波罗蜜。啊，这个地方是用在修行上，用在断烦恼上，确确实实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统放下了。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都断了，这叫到家了，叫波罗蜜。一菩萨大行，能究竟一切自行于化他之事，这叫事究竟。参考资料的有大行啊，佛光大辞典里，行业广大之意。啊，行是行为，业是造作，起心动念、言语
造作叫做业行啊，行业啊叫行业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，都是帮助众生的圆成佛道。这是波罗蜜啊，这就叫大行啊，知菩萨之修行。菩萨为求佛果菩提啊，这个我们要学啊。我们今天在世间不搞别的，只求佛果菩提。佛果菩提就是成佛，菩提是觉悟，像过去现在一切诸佛一样啊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通，没有一法不明了的啊，我要像他一样，这是诸佛菩萨最欢喜的啊，最欢迎的，是乃发大誓愿，历经三七百劫，三七是三大阿僧祇劫，菩萨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，成佛了。后头还有百劫，百劫是什么？百劫专修相好。为什么？相好能摄受众生，如果佛相貌不好，人家看到掉头就去了，那谁愿意跟他学啊？佛的相貌好，不想学佛的人看到这个相也想亲近他啊，也舍不得离开他，所以相好是一种手段啊，相好是善因修的，善因善果啊。昨天陈嘉丽在问我，这电影明星啊，都想相貌好啊，啊，花几万、几十万买化妆品。啊，能不能把化妆好呢？假的那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相好，一定要记住。中国古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看相的都知道，看相算命的，他们都常说，相由心转，都懂得这个道理。”啊，相由心转，佛法里面讲的色由心生，意思完全相同。佛法的色就是相，今天讲的物质现象。我们人体是物质现象，所有物质现象都受念头的影响。我们念头善，相貌就善，念头不善，相貌就不善啊。人很慈悲，很和蔼，你看他面孔面相上一团和气，欢欢喜喜，人要是发脾气，看得像很凶很恶很可怕，那不是有杀气啊。这是平常啊，你只稍稍留意你就能发现啊，心地清净，相貌清秀啊，心地喜悦就满面笑容，心地有怨恨，相貌就很难看啊。要有严重的嗔恨心，那就带着杀气，哎、啊，你总想远离他啊，不要接触他的磁场。
那么由此可知，你要身体好，相貌好，你要有好心，你要有好的行为，肯定他就转了。啊，多久能看出来呢？3个月就看出来，就不一样了。半年效果就卓著啊，3年你的相就像菩萨了，哪要化妆品啊？哪要浪费那么多钱，拿那些钱去做功德，去救济贫苦，多做好事，这个才对你的相貌身体真有帮助，真的化妆品。这悲戒啊，悲戒是这个意思。修波罗蜜灯，诸善万恨，极大功德了，故称大行啊，这菩萨干的。我们要记住啊，要知道啊，向他们学习啊。波罗蜜是说什么？就是讲那六度，修布施。啊，布施不求果报，这个布施是功德。啊，千万不要以为说佛事门中啊，学艺得万报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事门中种福是最大的福报，可是你心里有求来的，所得的是福报，不是功德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求，你修布施，这是功德。功德比福德不知道大多少倍呀！注意，一定要知道啊，福德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功德超越三界，超越十法界。什么样的福报都不能跟功德相比，功德了生死成佛道，那福德不过像人天福报而已，人天福报之极就是帝王，人间的帝王，天上的天王，你愿意去干这个吗？做天王做人王的时候不错，自己觉得很快乐啊。可是在那个位置上造业最容易。啊，开国的帝王，亡国的帝王，他们到哪里去了？几乎全在地狱啊。开国的帝王造地狱业，是吧？战争啊，杀人啊，啊，用武力统一这个国家，杀多少人，这叫地狱业。亡国的帝王荒淫无道，虐待百姓啊，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人民死活，也是造地狱业。这个事情干不得的啊。啊，当中那些帝王享祖宗的余福，如果没有大善大恶，福报享完了啊，他到人间啊，
很多都出生到不至于多地，这些业因果报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要看清楚，看明白，要常常提醒自己，眼光要看远。啊，古大德常说，聪明人有前后眼啊，先生看过去历史的教训，后眼说看未来，由六道轮回，不但恶业不能造啊，这个业是口业、身业，这个不能造，念头都不能起，念头是意义，不善的念头不能起啊。有些时候我们起的是善念，没有智慧，自以为是善啊，但是这个善会变成恶，我们没有预想到，那就是无意当中造了恶业。恶业要是很大很严重啊，受害的人很多，受害的时间很长，依旧造了地狱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智慧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啊！人不能不求，不求智慧啊，智慧在哪里求？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求，真的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心不清净不平等，想出许多好主意，常常这些好的东西变质了，变成坏的东西啊，变成害人的东西了。啊，诸位想想，发明原子弹的人，制造原子弹的人，原来是好心啊。确实，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那没有原子弹，没有原子弹也结束，不过迟几天而已，原子弹提早了几天啊。日本在那个时候民穷财尽，已经没有能力了啊，两颗原子弹立刻宣布投降，如果没有两颗原子弹，大概会延长一点多一年，他就要宣布投降，他没有办法了。但是原子弹带给世间人的灾难多大，他们没想到啊，全世界的人心惶惶不安，就怕发生核武战争啊，让人们的心里有这么大的威胁。发明的人、制造的人，他要负因果责任呢、啊、这什么果报？地狱果报啊！你让那么多的人身心不安稳啊，他怀着恐怖，不能像以前那种人生活在这社会上，心地清净，没有忧患了。这个人纵然不打仗啊，那么多原子弹摆在那，每个人都晓得，一颗原子弹毁灭一个城市，
科学家透露的信息，全球每个国家制造的这些核武可以毁灭地球100次。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。为什么干这个东西？发明这些东西，如果是受过中国传统教育，他绝对不干这个事情。中国传统教育叫你起心动念，要多想想，对人类带来多大的祸福，对后世产生多大的影响，他要从这上去考量。这上一想啊，就不敢做了。中国人现在外国人对中国人看法不一样。我1982年第一次到美国，纽约沈家珍邀请我，讲普星新印记。时间不长，只讲一个星期。老居士请我吃饭，在座上不少美国人，他的一些好朋友，就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来问我。他说，过去欧洲人、欧美的人把中国人呢低估了，认为中国是野蛮人，没有文化，没看在眼里。现在欧美人对中国人看法跟从前完全不一样，知道啊，全世界一个一个的来比较，对吧？中国人第一，中国人有智慧，一个一个比，中国人第一了。两个两个比呢，犹太人第一；三个三个比呢，日本人第一。这意思是什么？中国人不团结。幕后问我一句话：为什么中国人不团结？我听到他问我这话，我就对他笑笑，这是上帝安排的。他没想到我回答这一句话，上帝安排的。他就愣住了，怎么是上帝安排的呢？我说，中国人团结，你还有饭吃吗？这大家哄哄一笑就了之了。中国人这么聪明又团结了，你还有饭吃吗？那这世界不是中国人独霸了吗？是上帝安排。确实在全世界这个族群最团结的是日本人。日本人在美国家里面用的东西全是日本造的，他不会买别人东西。这他爱国家。日本人一定进日本的商店，日本的百货公司。这什么造成的？教育啊。日本人真爱国，对天皇真服从啊，没话说，把天皇当作神啊。这个我们对他很了解。
啊，这些话提醒我们，中国人应当团结。啊，外国人佩服中国人，但是瞧不起你，你不能团结，自私自利。啊，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团结的。啊，不团结也不过100多年吧，顶多150年。啊，为什么搞成这样呢？跟外国人学的。过人主义。怎么知道中国人团结？诸位读历史，知道中国人的家，你就晓得了团结了。团结这两个字，在中国古代上找不到，从外国翻来的。为什么？五伦就是团结，还没出生下来就团结，还用得着讲团结吗？用不着了。不团结的人才讲团结，已经团结的人还讲什么团结呢？中国团结在一起5000多年了啊，那个家要不团结还得了吗？家没有规矩的了，那就家破人亡。不团结就家破人亡，团结你的家就兴旺。啊，中国人团结在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全世界找不到的呀。啊，所以这个国家5000年来长治久安了。永远是大团结啊！欧洲罗马帝国存在1000年，亡国之后再不能够团结了，再不能够复兴了啊！那么中国从汉朝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都保持统一，统一就是团结。这历史摆在眼前，大家都看到的了，怎么能说中国人不团结呢？啊，那么中国人今天确实疏忽了。啊，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疏忽了，道德疏忽了，因果不懂了，啊，只求自私自利，只求个人的欲望，没有想到别人。啊，中国古人不是的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任何一桩事情，想到自己，一定想到别人。啊，他头一个就想到他的家人。中国过去的家人数至少都是200人以上，大家庭。那普通家庭大概300人左右，普通的人丁兴旺的600-700人。那人丁最兴旺曾经超过1000多人。啊，皇帝知道了，送个匾给他，天下第一家，人丁兴旺。啊，那我们学佛，佛是个大家庭。啊，所以《地藏经》上说，
讲这个偷盗的罪，佛说了，造什么样的罪业，佛都有办法救你。盗三宝物，佛不能救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佛教是一家人，只要你学了佛了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无论哪一个佛国度的众生学了佛，都是一家人。不分族群，不分信仰啊，佛是教育，佛不是宗教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佛门有很多的弟子，是虔诚的宗教徒。啊，宗教归宗教，学佛归学佛，不冲突。啊，地藏经大家常读，婆罗门女那就是婆罗门教的，他不是佛教。他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是释迦牟尼佛弟子，是婆罗门教的信徒，没有改变宗教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佛不是宗教，佛是教育。啊，佛不会要求你改变宗教，你自己也认为没有改变的必要。啊，就像学生在家有父母，在学校有老师，老师跟父母不冲突。啊，佛是老师，宗教的神是你的父母，没冲突啊。啊，佛教不但跟任何宗教不冲突，跟任何族群不冲突，跟任何制度不冲突。为什么学佛头一个条件就要把边界放下？边界是两边对立，首先要放下的。第一个放下身见，第二个放下边界。边界就是决定没有对立。真正学佛人在这个宇宙之间没有对立的，啊，他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。为什么？不对立是一体，这是佛法中心的一个理念呢，就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法跟我们自己是一体。啊，贤首过世，修华严奥旨，望经还原观，讲得清楚啊。过去我们修过两遍，啊，这一篇论文一共分成六段，第一段讲本体，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宇宙万法从哪来的？啊，这个本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我从这来的，你也从这来的，他也从这来的，宇宙从这来的，万事万物全从这来的，一体。啊，一体的核心就是亲爱呀。中国人讲父子有亲呢。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，这是核心的。那学佛就是学这个东西，就佛法不离自性啊，宇宙从哪里？从一体，其二用啊，怎么起来的？一念不绝。这一体里头产生变化了，
一体里头什么都没有。一念不觉呢，它产生幻觉，这叫无明，这叫阿赖耶。啊，从阿赖耶逐渐演变，越演变越复杂，宇宙这么出现的。啊，中国古人有这个概念，没有佛经讲的这么详细。啊，你比如道家讲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。啊，他讲的太极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。啊，他讲的二仪，二仪是阴阳。啊，在佛法讲二用，一个是宇宙现象现前，一个是我现前了。啊，心有我，同时就发生宇宙。啊，这个现象就像原子分裂一样，越分裂越多。啊，变成整个宇宙的森罗万象。那么这些现象的关系，因为是一体，所以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贤首大师给我们讲三种周边来讲关系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念头才起，周边法界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全知道。我们念头才起。啊，这是心起作用。那身呢？身是物质，啊，物质细胞构成的，细胞原子构成的，原子啊是粒子构成的，啊，粒子现在讲夸克构成的，啊，夸克找到最后微中子，最小的物质。啊，最小的物质在分析的时候，物质现象没有了，出现了什么？出现是念头的波动现象。所以科学家明白了，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从念头里产生的。那这跟佛法讲的一样，佛法说物质从哪来？物质从心生的，心就是念头。啊，所以大乘法总结一句，全体是心，甚至全体是念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那个心就是心想，心想就是念头，宇宙之间一切法心想生啊。我们的心想纯净纯善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今天我们的地球会变成这样，我们地球上居民不善了，念头不善，言语不善，行为不善，造成这样情况，果报现前了，不是自然，没有自然，自然是最健康的，自然是最美好的，啊，违背了自然，啊。纯净纯善就是自然啊，极乐世界纯是自然，没有丝毫破坏。我们今天地球上居住的地方，人也好，通通不自然啊，完全把自然破坏了啊，对自然这个概念非常模糊，不清楚，对，造成今天的现象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
啊，学佛说实在话，回归自然，啊，回归自信，这个人就要成佛了。啊，所以菩萨要修三归五戒十善，这是基础。啊，所谓的扎根教育，啊，这个东西有了，再修三合啊，这个六合六度，啊，六合六度啊，是菩萨行啊，再向上提升，普贤十愿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那叫大行。啊，大菩萨所修的。啊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没有坚实的基础，大行是不会成就的。啊，他要有根基。弥陀四十八愿一定要有普贤十愿做基础，普贤十愿一定要有六波罗蜜做基础，六波罗蜜一定要有六合敬做基础，啊，六合敬呢一定要有三归五戒十善做基础，这才能修得成呢。啊，三归五戒十善没有，全部都落空了，都是假的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这个次第应当要遵守，循序渐进。啊，不能只看到大乘好看了，你做不到啊！你能说不能行啊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下面反之反过来，声闻缘觉二乘之心，则称之为孝心。那孝心到哪里呢？给诸位说，孝心直到六合敬，三归五戒十善六合。他们的主要功课是十二因缘，是苦集灭道四圣谛。啊，他们没有六波罗蜜，没有普贤十愿，没有弥陀四十八愿。他没有这个啊，所以叫孝心啊，这是一般的说法。说此外呢，与天台宗指摩诃止观中的四种三昧为修大心啊，天台讲说的。日本真宗教行行政中，真宗是密宗啊，这里面讲的这个教行行政中的行卷，
他只称念阿弥陀佛之名号为大行。这个有道理啊，这是真正懂得净土的。为什么呢？此名号啊，摄诸善法，居诸德本。这是内行人讲的话啊，是众生往生之心也。这就说明往生净土是大行，以全贤众生之口业，这大行念阿弥陀佛是大行啊，礼拜阿弥陀佛是大行，心里面想阿弥陀佛是大行，所以称名属报恩之心也，则称呢报恩大行啊。说得好啊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我再回头看这个注解，诚实大行，能有生死之彼岸，到生死之此岸，到涅槃之彼岸，故名到彼岸呢。在我们末法时期，在现前这个环境之下，除了念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做到啊！我们心里很清楚，很明白，八万四千法门，现在只剩下这一门，能帮助我们。啊，而且这一门呢，难信易行。赞根普被也，立顿全熟，什么人都可以修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成就是平等的，不可思议的法门啊。我们这生遇到了，一定要抓把握住，绝不能放松啊！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因此大行，能度诸法之广远呢。这个大行只念佛啊，念佛确确实实啊，超越了八万四千法门，超越了无量法门。一切法门的境界比不上它的广远，广是广大啊，缘是影响。故名度无极啊，念佛法门号称度无极，这就是不是一般法门能够相比的啊。只习止者
停滞之意，住止于地理不动也。啊，习是休息，我们今天就要把心住止于阿弥陀佛名号上，不再动摇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我的生命，就是我的永恒。它是真实的，本经所说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三种真实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啊，其他的可以不必操心，可以不必牵挂，只要有阿弥陀佛，就像张家大师61年前教给我的，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佛菩萨照顾你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我听了老师的话，无量的欢喜。啊，只要一心在大乘经教当中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心修净土。啊，心心念念呢，在华严，华严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。啊，跟李老师呢，老师把楞严经介绍给我。啊，所以我经教的基础是在楞严上建立的。啊，学经的时候，先后啊，楞严讲过7遍。啊，第一遍完全是依李老师所说的复讲。啊，这是学经规矩。啊，复小组完全要用老师所讲的，自己不能够随便加一句进去。啊，漏掉没有关系，不能增加。啊，要学老实，要听话，啊，真干，学这6个字。以后学多了，啊，看古人著作看得很多，啊，可以触类旁通啊，啊，应机施教，那就不一样。啊，我们从楞严，从法华，从华严认识了净土。啊，我对净土产生信心，真正发心向学，得力于这三部大经。啊，没有这三部大经呢，真叫难心之法了。啊，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动摇。啊，但是
还有很多杂念啊，看到这个世界太苦了，许多至死仁人想找治过的方法找不到啊，想找让这个世界再能恢复到两三百年前的安定和平，也找不到啊。我们有缘在澳洲接受我大学邀请啊，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，这就是我学佛夹杂的这些东西啊。可是这些东西呢，现在也可以放下了啊。为什么？我们找到群书之要了，找到过学之要了啊，大家依照这个学就行了啊。正言不说，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啊，几千年的圣贤全部记录在其中，是大家最好的参考资料啊，我就退回本位了啊。所以一切活动呢，我也不要参加了。我每天搞我的本行，讲经教学啊，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把它讲清楚、讲明。啊，帮助大家建立信心啊，愿心，我们就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！啊，附带的这个事情啊，这两部书好啊。我想的没有他周到啊，比我想的周到啊，比我想的圆满呢 啊所以让年轻人让他们去做。我们今天要止要息啊，要心停止在阿弥陀佛名号上，停止在无量寿经上啊，读诵的只有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，其他的全都不要了。止观第三卷说，谢一者，助我觉观。妄念思想即然休息，故习者习诸妄念呢。这意思讲得好啊，我们念头皈依了，什么都不想了啊，只想无量寿经，只想阿弥陀佛啊，其他都不行，行吗？行。你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会妄语。啊，阿弥陀佛答应的话一定作数的。那云想灾难来的时候，我没得吃，没得穿，阿弥陀佛替我准备好了，
我不要准备，我要准备时他就不准备了。为什么？你自己会准备，不需要我帮忙。我什么都没预备，他非帮忙不可。啊，到那个时候没得吃的他送来，没得穿的也送来。这找靠山重要啊。啊，我别的靠山靠不住，阿弥陀佛是绝对可靠。啊，你得有这个信心，这难信之法了，你要真肯相信啊。啊，当年张家大师教我，我相信。经过60年，果然没错啊。60年来都是阿弥陀佛照顾。我自己有时候想打妄想，最后想想我的妄想错误了，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精神。啊，一切还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。啊，不用操心。这些话都是真话了，我们要永远知悉妄念，知悉杂念啊，心里都很单纯，就是一句佛号。那么此就观而得名，知悉故知悉就是知观，又知观三蕴，三是第三蕴，法性即然悦知，即而常照悦观，这是自信的知观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知观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知观不是从外来，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，自信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，即就是知，照就是观。啊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这是观，这是自信的观。啊，观了怎么样呢？观了一切清楚明了是智慧，观了绝对没有受影响，没有受动摇，这就叫智，这就叫即。所以即跟观是同时的，即跟观不是两桩事情，一桩事情。啊，见见要不动心。啊，那么修止观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？背后公司啊，外国人讲的墨，那个地方修止观真功夫，修光墨。你看产品日新月异，琳琅满目，看的什么呢？清楚智慧明了，不动心，没有一样东西想要。修定啊，那禅定啊，高级的禅定是这个修法的，不是闭了门面闭业，那个没用啊。啊，境界一现前，心就乱了。啊，就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，这修观。我们在善财童子53参，善财童子的53观，我叫他那关口啊，考验他的啊。53关他都通过。啊，就用直观通过了。观什么？样样清楚。知如如不动。
啊，善财童子的根本法门是什么？就是阿弥陀佛。他就把心定在阿弥陀佛名号当中。啊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五食三餐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啊，他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跟人家有问有答，内心里头确实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智。啊，定慧双修啊，五十三个阶级达到究竟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懂这个意思。我们从早到晚，张开眼睛，竖起耳朵，六根对六尘境界。啊，在修什么？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啊，外人境界寥寥分明，如如不动。一心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有时候还想经中的境界，经中境界是极乐世界的境界，啊，也要用直观去修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如如不动。念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，真修净土啊！下面这越讲越深了啊，这也是止观三谛的说。无明即明，不复流动啊，故名为止啊。朗然大净啊，呼之为观啊，这又更进一层了。明跟无明不二，明是去。无明是迷，这意思是什么呢？迷觉不二，为什么是迷觉不二？迷的心是自性，觉的心也是自性，自性里头没有觉迷。这是什么？从体义上看，它是一，不是二啊。若不二法门呢、啊？生死跟涅槃不二，生死之体是自性。涅槃的体也是自性啊，从性上看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啊。所以，空叫真空，有叫妙有啊。妙有是什么意思？非有而有，有即非有。那真空不空，不空就是真空。心入这个境界，真的叫一念不生了，圆满成就了。啊，又直观复行律，
这都是天台讲的。中道即法界，法界即直观，直观不二，尽知明义。这是禅宗里头常讲的向上一种。啊，什么是中道？一念不生是真正中道。有念就不是中道了。有念无念通通没有了。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道。对吗？就是法界。摆在我们面前呢，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，就在面前的。我们迷了，不知道啊。啊，读这些经文，忽然把我们唤醒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那法界就是直观，啊，直观是一，不是二，这直观不二了，尽知明义，尽是外头境界，是所知，智呢是能知，能知是智慧。所知是境界啊，能知的智慧跟所知的境界融合成一体，这个不好懂啊。我们过去对这个模糊，现在我们很清楚了。为什么呢？看到科学家把微中子一分析，原来是念头波动的现象，这不就明智合一了吗？那能知是个波动的念头，那所知的是念头产生的物质现象，它确实是一不是二。那这个明当作自然讲，自自然然是一个。不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啊，统一的不是，它本来的就是一个。啊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若人失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啊，这两句话几十年来啊，我们真懂了没懂啊。啊，现在看到科学家这个报告，懂了，才知道古人总结了一句话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他不讲物质，他讲色，色法。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把整个宇宙啊，总结为两个现象，一个物质，一个念头。面对精神现象啊，现在科学也是这么分的，分作物质、物理、心理啊。这个尽知明义就是心理跟物理它是一个，它本来就是一个，不能分的啊。你分就错了啊，你分了你就违背自然现象，违背真理啊，不能分的，它确实是一个啊。微中子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等于一个电子啊。电子多大？我们看不见。
啊，电子是原子里面的一部分。啊，原子这些分析，啊，看到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。啊，那我们晓得，所以这个科学讲的原子，应该是佛经上所讲的微尘。啊，阿罗汉能看见，再分阿罗汉看不见了。啊，那么从原子再分析，啊，科学家称为粒子，基本粒子。基本粒子有几十种，再分析成为夸克，夸克也有几十种。这些东西，佛用一个名词取代了。叫色聚即位，这个名词很有意思。色是物质现象，啊，很微小的这些物质现象聚集在一起，叫色聚即位。啊，最小的那一个呢，叫即位之位。啊，那就是现在科学发现的。微中子啊，佛说了这个不能分了，分就没有了。那现在科学家把这个分了，分了真的没有了啊。所以德国普朗克、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一生就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被他搞清楚了。根据他研究的结论，他说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的基础是念头。啊，它是意念波动产生的幻想。啊，那真叫无尽无数的幻象纠缠在一起，看到好像哎有这个物质这个东西，它其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一生在科学里的最大的贡献呢，把这里搞清楚了，啊，说出。这个地球上400多年科学最大的一个误会就是二分法啊，把所有的现象分作物理跟心理的两样去，错了，不能分，它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科学家根据这个理论啊，也观察到了这科学的实验，提出以心控物啊，意念决定可以控制物质，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大家头一回想到了，我身体是物质现象啊，心念头可以控制物质，那好办呢、啊。我这身体出毛病的话，我自己可以改变的、啊。啊，科学得出这个结论了，真的，意念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。啊，懂得这个方法，也不必去搞美容啊，也不必搞什么健身了、啊，只要有健康的意念、
就有健康的身体，就有健康的美颜。啊，纯净纯善，所以佛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。啊，身体自摸真金色身，永远不坏呀、啊。那什么念头造成的？纯净纯善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美好，诸佛刹土当中这第一，没有超过他的。为什么？那边人念头有纯净纯善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想。啊，中国人所说的“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”，极乐世界是富地。往生极乐世界是最大的福报的人，都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有福的人去福地，他怎么修的？念阿弥陀佛修的，念阿弥陀佛是最大的福报。啊，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。你真把这部经看懂了，搞清楚了，你就相信。啊，事出事发里头最大的福报念佛啊，最大的智慧也是念佛。念佛确实福慧双修啊，我们不可以把这一句佛号中断了，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啊，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念阿弥陀佛。累积福慧，这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啊，今天讲条件啊，这是我往生的条件，要拼命念佛啊，极尽。前面讲到诸根寂静，无生无灭者，涅槃之真理，本来无生灭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，啊，开悟见性的时候。他说出五句话，这个五句话就是他听讲《金刚经》开悟的报告。第二句是：“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”自信不生不灭。啊，本来不生不灭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。啊，本来清净，本来不染。所以我们一切的染污，并没有染污到真心，染污着妄心。阿赖耶是妄心。阿赖也是妄心的影子，影子有染污，真心没染污。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的屏幕、荧幕一样，荧幕是真心，荧幕上显出的画面是假的。画面有染净，荧幕丝毫不染。
啊，我们要回归到荧幕，要放下画面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一定要了解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都是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。境界由浅而深，逐渐向上提升，啊，达到究竟圆满。净宗用的方法就一个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改，这叫方便法门。方便当中的方便啊，其他法门还不断的要调整，唯独净宗没有调整，就一句佛号。初发心的时候念他，到等觉菩萨还是念他，永远不变的。啊，如果说是有变化的，我们初学凡夫念他不知道的意思，等觉菩萨念他字字句句无量意，啊，这个无量意就是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法通通包括在其中，啊，所以这句佛号念不厌，越念越欢喜。为什么？它里头有无量意在里头，啊，无量意带给你无量的法喜，啊，无量的欣慰，无量的欢喜。啊，这个无生无灭涅槃的真谛本来无生灭，人往经历一切法性真实空，啊，一切法事出世间都包括在其中，啊，六道十法界一样都不漏，这一切法他的信呢真是空。空要加个真是空。不是我们一般对空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是错误的。我们一般把这个空认为空什么都没有。他这个是空，但是他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啊，为什么说它空？什么都有啊，它没有形象。真妙啊。啊，慧能大师五句话了。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自具足什么都有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它是空寂的，这叫真空。啊，第四句本无动摇，第五句能生万物万法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能生万法。我们今天最好的就是用电视的平面啊，屏幕，电脑的屏幕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，
啊，可是你按下频道，它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本自具足。啊，没有语言的时候，它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不能说它空。为什么？它能现万法，它有缘，它就能现。能现是宝土，清净的法界。能现是法界，能现六道。啊，六道跟十法界。这是现象啊，这染污的现象啊。啊，染净宝二。啊，染净宝二从哪里样啊？从体相用上来说。啊，三无差别。大乘教里讲这个讲的很多。不好懂啊。理太深了，事呢太妙了，太微妙了，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啊，人王经上讲的，一切法性真实空，不来不去。无生无灭，语言究竟上述，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，是故说明了轮转生死。啊，这些经上都说的是这桩事情。下面一句清凉云：若闻无生，便知一切诸法悉皆空寂，无生无灭。这个里头，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一都不二。啊，这是华严境界。啊，我们听到不生，就知道不灭，就知道一切法。通通是这个现象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不生不灭，这是真的。啊，生灭是什么？生灭是念头，念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经上讲的念头，我们一般人都误会了。啊，我们在菩萨出台前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才恍然大悟。佛问弥勒菩萨：心有所念，这讲我们凡夫心里起个念头，你是怀念一个人还怀念一桩事，你动了个念头。佛说这个念头有几念，几相，几时也。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是佛教里头的心理学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法相唯识学就是佛教的心理学。啊，弥勒菩萨回答说：一弹指32亿8000年，
这是大福的。心有所念有几个念头，这一弹指，一弹指的时间太短了。一弹指里头就32亿百千年，百千是十万的，32亿乘十万，320兆。这一弹指，320兆个念头。我们能看到现象吗？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弹指，如果一秒钟，大概我可以弹4次，我相信有人比我弹得快的，应该可以弹5次。5次乘320，就1600兆啊，单位是兆。啊，那么一弹指算是一秒钟的1/5，1/5秒，1/5秒，320兆，会让你有个概念，但是概念毫无意义，就像闪电一光，一下就没有。多长的时间呢？1/5秒。能看到一点东西，但是看不清楚。啊，我们要看清楚东西要看多久呢？至少得1秒钟，或者是30秒。啊，就是不是1分钟了，30秒钟，能看清楚，有点现象。啊，就是1/2秒。啊，1秒钟那就没有问题了。看到这个现象的意义，啊，它就灭掉了。但实际上刹那都太长了，时间太长了，这个念太短了。我们才真正明了佛经上常讲的一念，啊，一念是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1600兆分之1秒，那叫一念。这一念你里面怎么样呢？这一念你就有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有实。是就是意念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从这句话里头我们才了解80。啊，80是在一念当中成就的。也就是一般大乘教里面讲的五蕴。是受想行识，弥勒菩萨把物质现象用色来代表，受想行他用念来做代表，受想行是属于念，那个识呢是阿赖耶识。莫那识，第六意识，识是分别。啊，第六是分别。莫那是执着，阿赖耶是记忆。就在1600兆分之1秒里头。完整的五蕴通通去除，80通通去除，80就是五蕴，五蕴就是80。
不可思议。所以过去我们学经教对这个问题始终是模糊，搞不清楚，搞不明白。那到今天看到最近量子力学家研究报告，我们才搞清楚了，才搞明白了。佛经上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，现代最近30年的科学家把它证明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还得了吗？那佛是怎么知道的？佛没有用科学方法，没有用这些仪器，也没有用数学去计算，佛是用禅定的功夫。什么样的禅定能够看到这个现象？大乘教里常讲八地以上啊，八地菩萨向上九地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五个位次是八地以上，最高的是妙觉，那是佛了，不是菩萨了。啊，总共52个阶级，最高的5个位次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看到了，晓得怎么回事情了。啊，什么回事情呢？万法皆空。所以大般若经的佛门最大的一部经典600卷啊，我看过一遍，做了一个总结，我的总结12个字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佛开讲这个法门，学生的听众已经有20年的基础，佛才讲啊，那大家听了才能接受啊，那才不会惊讶了。初学不能说，说的时候他就跑掉，听着吓走了，不能接受啊！啊，所以佛说这个法门，前面有12年阿含，8年方等才讲般若啊，给你讲宇宙人生真相，那就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是诸法实相啊！可是，设法界的众生迷在假象里头，在那个里头起惑造业受报，这些众生怎么办？啊，佛跟佛菩萨一体，佛菩萨决定要帮助这些人离苦得乐啊！众生有感，他们就来应啊。感应所现的这个境界相是非常非常复杂，不能不知道啊。众生有感是起心动念，菩萨来应不起心不动念，两回事情啊。都必须要知道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